宫奇门遁甲占卜看看欧美指控俄罗斯在鸟克兰犯下滥杀平民事件是真是假。因为太多假新闻，而且欧美人太懂得利用人权制造假新闻栽赃敌国，如编造中国新疆种族灭绝假新闻，因为没有证据，最后没有人信，不了了之。是假是真？我今天早上四时用奇门占卜了一卦，事件是假的，当然占卜也有时是错的，事件不可能百分百肯定是假的，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是真的，不过也可以配合事件因果用来研究讨论。从奇门遁甲显示，指控一方执符长官加庚敌人奸人做生门有利，天鹰要求高，空王虚假不实在离方，律师方腾蛇欺诈影错误，人家人天罗天琴皇者天瑞疾病，空王虚假不实在坤方，法官九地九在下开门法官鬼加鬼帝王天冲冲动，向上在阵方，被指控一方俄罗斯新加新犯人错误，白虎军队天蓬智慧敌人做死门困局在砍方，法官声控方律师克俄方，一切指控似乎是事实，但是详细分析就知道真相，控方做空王更加更是互斗，空王本身是假的，更被俄方冲克，律师在坤方有腾蛇，空王代表没有，丙代表错误，腾蛇代表欺诈，人代表天罗，这些正宫都是编造出来用来栽赃套俄罗斯的，俄罗斯一方做死门奸师实施令，被美国人撩拨打了一场错误战争，非常不利，压在吃黄连，有苦无处诉，在夏天最难挨，唯一有证人方在前方生助俄罗斯，但是证人失实施令帮助不大，要在新历十一月证人才出现，这一切只供参考，是真是假只有天知地知，乌克兰及其主子知，真相待至新历十一至十二月就水落石出。对于欧美指控俄罗斯否认，当然这些事件无论结果是怎样都是不幸，欧美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滥杀平民，从卫星图片也显示尸体在地上位置，有人被反绑枪杀，有人被人在脑后枪杀，有四百多具尸体，无疑这些被杀死的人一定是在战争中被杀死，问题是被炮弹炸死还是被乌克兰政府布局再将尸体加上道具伪装成被俄罗斯军队残杀而死，然后录影放上视频栽赃俄罗斯滥杀无辜，还是被俄罗斯军队捉拿后杀死。然而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时已经宣布不杀平民，而且号称利用精准武器打击政府总部、军事基地、乌克兰军队、油库、电厂，不炸民居，但是也见到很多民居被炸。难道俄罗斯互相矛盾？而且俄国防部指出，所有俄罗斯部队在土耳其俄乌举行面对面会谈的第二天，即3月30日就已经完全撤出布查镇。3月31日，布查镇市长费多鲁克 Anatoly Fedoruk 也通过影片证实该镇已经没有任何俄军。如果真有其事，俄罗斯犯下这么严重罪证，若发现这些俄罗斯罪证，为什么不及时谴责俄罗斯？为什么当地居民不是在3月30日俄罗斯撤退后及时拍摄这些影片放上视频谴责俄罗斯？但过了三天，在4月2日才录制影片放上视频指责俄罗斯滥杀无辜？为什么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提出要求将事件调查，而联合国轮值主席英国反对？英国是欧美成员，当然偏帮欧美，如果是事实，英国为甚反对调查？种种问题值得疑问。俄国防部强调，在俄军控制布查镇时，没有任何一名当地平民因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死亡，当地居民可以自由行动并使用通讯工具，也可以随意出城前往北面，包括前往白罗斯。俄军亦曾向基辅州居民发放共452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资。